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今天我又来到别克4S店给粉丝来提车了。今天提一台威朗 Pro GS 追风版的，目前这一款车优惠特别特别大，优惠差不多这个数了。先废话不多说，带大家看车吧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提的一款威朗 Pro GS。 大家都知道哈，威朗新款的是放弃了三缸，全系换装了四缸发动机，马力高达184马力，然后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。新款的它这个轮毂也特别好看，然后刹车盘也是喷了红色漆。生产日期9月份，这个不会错。9月份，对。由于今天我们提的是一个追风版，不是最高配的积风版，所以说没有这个黑色的尾翼。给钥匙，看一下公里数一会儿。你进去，看7公里。哦，你打着活吧。打着。护轮啥？好的。它预云控制，对吧？对，都是预云控制，特别方便，智能。预云直接关上。这灯，要不你弄灯我看一下？对，一会儿看灯吧，你先看一下里面。嗯。灯最后一眼。反正有些功能还不太了解。对。它这个电子双液晶显示屏确实不错。能抽风啊，特别流畅，安全，拉丝处理感觉是吧？做工确实不赖。挡把上也有 GS 标识，一键启动，手动空调。方向盘、正中音响这一款车都有哈，内饰的设计比较超前吧，看习惯都好了。从远处看，威朗这一款车是非常具有运动感的。现在威朗上四缸车了，而且马力是184马力。以前那些说威朗上四缸就买的朋友们，你们现在会买吗？因为美系车优惠力度大嘛，所以说现在好多人都在犹豫徘徊。其实目前优惠也就这样了。对了，发动机看不看？哎，看一下吧，看一下吧。好。我挺喜欢的。来，指起来。拿。对。你看，每一车都没有这个下午班，都一样。钥匙不是在你手上吗？打着活呗。它的这个 LED 日间行车灯看着还是非常好看的。刚刚启动的时候，发动机都会抖一下，你现在都特别平顺。刚好啊，技术先进，其他都没啥问题，咱都今天办手续。好，嗯。刚刚我们已经把首付款给交过了，现在我们就在展厅等待一会儿，等放款审核通过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打临牌，然后开车回去了。当天差不多今天能去车管所验车吧，因为手续都是随车的，就是一天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搞定嘛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现在我们准备开始交车了，威朗 Pro GS 版本。最后带给大家说一下优惠，目前这一款车优惠快3万块钱了。
这个版本落地价也就是14万左右。好了，恭喜喜提爱车，威朗 Pro GS 轿车搞定。刚刚没有从后面给大家看哈，现在这一款车从后面看也是非常有型的，黑色车顶，然后珍珠白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现在我们在加油站开始加油，加完油之后去车管所上牌。骑车上班一天搞定，今天就给大家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给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